来到我们金山迎春的这个音乐会的现场，给大家唱歌。我刚才台底下就特别兴奋，我总结了一共三个词儿，是荣幸，然后高兴，然后兴奋。啊，这个荣幸是因为今天特别荣幸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演唱。另外呢，要特别感谢本场音乐会的这个艺术总监沃尔加老师，应他的邀请呢，我才有机会站到这儿给大家演唱，所以很谢谢他。 高兴呢，是因为每次站在这个美国的土地上，给咱们自己人、给中国人唱歌，我心里都无比的自豪，无比的高兴。然后呢，兴奋是因为，说实话，在这里我已经唱过好多场音乐会了，可能具体多少场我记不清楚了。但是呢，都是唱的歌剧，唱的咏叹调，这是第一次站在这儿唱中国歌，所以我特别兴奋。啊。 今天这么一个大家都很高兴的这么一个时刻呢，咱们必须得有一首特别高兴、特别兴奋的歌。我想这首歌的歌名还有它的歌词，不光是它能代表我内心想说的，也代表在座的每一位中华儿女、炎黄子孙心中最自豪、最骄傲的声音。把这首《我是中国人》献给大家。谢谢。